我给炸鸡吃大米。大米一点都不好吃，我才不要。那我要大米。哇塞，我变成青菜粥了。切，一定会有人来给我绕的。我给炸鸡玉米。怎么是玉米？我不要，我只要肉。那好吧，那给我好了。喵喵喵，太好了，我又变成了下酱的玉米粥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你这样是不对的，我们应该多吃蔬菜。才不是，应该多吃肉。那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是喜欢吃肉还是蔬菜呢？我带红烧肉来了。咦，好油腻哦，快拿走，快拿走。小小雪，给我好了。好的，给你。喵喵喵。哇，我变成了香喷喷的肉粥了。可恶，为什么一个我喜欢吃的都没有？制作完成，现在开始进行检测。辣条、垃圾食品、不合格、销毁。这是哪里哦？滴滴，白菜营养价值不够，销毁。滴滴，检测合格，营养价值丰富，通过。太好了！滴滴，炸鸡，高热量垃圾食品，不合格，销毁。不要啊！我知道错了。我以后一定多吃青菜，我再也不挑食了。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销毁我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要再给炸鸡一次机会吗？快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吧。